这两只是公的，今天刚刚遇到抓到的成体，就非常的凶啊！这个咬到，他就准备要张口咬了。这个让他咬到不得了，很凶，嘴巴打开就是要咬。很凶哈，你看啊，你就手过去，他就要咬你了，他转头就要咬你了，很可怕，这是非常的可怕，你抓他速度要非常快。这个牙齿就像是小小的锯子一样，咬到之后整个被切下去。这个我已经先用水冲过了，让它冷静过了，要不然这个咬到很惨。这两只是公的，公的特征就在这边，这个孔特别的大，然后这两边有生殖器，然后公的颜色也比较漂亮，这孔很大，这是公的，而且公的体型真的很大很大。然后而且身上像这个颜色很漂亮，可惜这个尾巴有一点断掉，这个尾巴还好。